好，政治话题，我们再来关心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呢，涉嫌福报助理费，检方带回黄少廷的双亲等17人，但是他本人仍未到案。根据了解，黄少廷呢已经在昨天上午搭机出境，目前人在中国厦门，并说有桥到机位呢就会返台。好，对此，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今天表示呢，这一起案子还在司法调查阶段，目前呢并不会进行党纪处理。那么，同时也呼吁黄少廷诚实接受司法调查。